哎，兔兔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吃丹丹汉堡。吃哪个套餐啊？我吃五号餐，主要餐是什么？哦，好像很久没吃了。汉堡、炸鸡、烤鸡、炸鸡的汉堡，然后玉米浓汤跟一杯饮料。你这样会害我晚上想吃麦当劳。麦当劳的东西没有一样好吃啊！我家外面只有莱尔富，我也不想吃微波食品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发现麦当劳里面的消费族群好像都是学生诶。对啊，可是麦当劳又没有很便宜，蛮贵的耶，说实在。先不讨论它的品质的话，它的内容的丰富度是比较高的。那你说肯德基是不是也是啊？你那肯德基更贵啊？而且很奇怪，肯德基永远在麦当劳的隔壁，可是我个人觉得肯德基比较好吃啊，因为就是有肉它还有啊。蛋挞，它还有蛋挞。没有我的好吃，对啦，没有我做的好吃，我跟你保证，他最近出了那个抹茶红豆的样子。还是没有我这个好吃，我跟你保好证，啦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好啦好啦 好啦，跟他拼了。好啦好啦，你怪啦。你想自己煮面来吃，可是就没有青菜，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超市什么的应该有吧？很远啊，就是还要骑机车出去的那一种。我就不想骑机车啊，因为会下雨。那根本就是你在偷懒而已嘛。不是啊，因为就下雨啊，我的机车都，我已经盖那个防雨布上去。对啊，我懒啊，我就是不想换衣服啊。啊！直接穿泳装骑机车出去。哎 你那边乱讲话，就是你妈是不是都听到了？啊！可恶！因为我是用喇叭，我不是用耳我知机，道啊。而且是双声道的哦，音质不错。那我还是不要订麦当劳好了。可是已经录下生来了。气，生气，我不订的啦。继续看晚餐要吃什么，每天都在烦恼同样的事情。家里的零食，这刚刚都被老妈吃光了，不然我本来晚餐只要用零食就可以度过的。你现在是在抱怨吗？他不是在你旁边而已。没关系啊，他无所谓，然后就一直跟我讲不要买了啦。然后过了2天就是，哎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买个零食来犒赏自己一下？气死我了，而且花的是我的钱。不然呢？他也捐50块出来嘛？50块，你真对的很小啊，气耶！那一桶蛋卷100多块呢。100多块而已，你在那边，我现在剩下应该还够吧？还能够买5次零食，你喜欢看哪种恐怖片啊？我觉得都好你要不用思考的，还是要思考的？我对怎么昨啊，天要思考？有些恐怖片是没有鬼，可是很恐怖。你是说什么录到鬼那种东西啊？就是没有样子，有点恐怖。录到鬼有出现鬼啊？你可以看那个《连体婴听过，好像很恐怖，可是我好像不敢看。》，接鬼时也有搞笑的部分，《孤儿院哇，孤儿院！》超好看。哎，你看过《丁仔》吗？我看他第一集觉得不错，我回来了。嗨，你们刚刚在讨论什么？恐怖片，孤儿院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对我来说都很恐怖啦，我是绝对不玩这个的，也不看这个了。可是我想去看看那个《侏罗纪世界恐怖片的话，我觉得泰国的比较可怕。》，可是我不太看那个泰国的。泰国的鬼片很厉害欸，是很厉害的，只是它就是单纯的就是吓不死太你！需要什么思考的鬼片，对。灵魂出窍，小女生的那一个啊，哦，那很恐怖诶，那真的很恐怖诶，你们怎么那么钻研呢、啊？这个。那真的很恐怖。我觉得第一集还好，第一集我看第一次还好，可是看第着二你会怕集是不是？我会被吓死，因为那个小女生真的超恐怖的，不是我在说。有一部片就叫鬼片。那个我听过，真的假我听过，但是我没我但都是不会去看在那个。End，我觉得你不敢看恐怖片的话，你可以看那个什摇么？篮的迷宫。不对，我刚刚在便利商店买了一桶馊水来吃。你去买便利商店的便当哦，对啊，超焗难烤吃的饭。啊！
这你怎么会去吃便利商店的东西？我懒得煮啊，真的是有够难吃，而且那酸酸的。应该是没有热熟吧？台北车站有发生最近有什么新闻吗？有一个人不是说他要当政结吗？后来不是被抓到了吗？他为什么想当政捷啊？他说他什么压力很大还是什么？他说他心情不好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压然后力去吃。大应该有很多的疏解压力的方法，怎么会想去当政捷嘞？对啊，如果他说我觉得我压力很大，忍得很，对，我想治，对，还比较合理。他为什么他自己压力大要去杀人？他不会自杀吗？对啊，去自杀算了。但他有换麦吗？我原本是用桌上型的，啊，现在是用视讯的镜头。是哦。现在这个讲话的是谁？我刚刚讲话刚大刚方啊。怎么变这么多？哪会啊？完全听不出来呢，不就同一个人吗？差很多，那个声音差很多，差很多吗？怎么了？真更圆？的真的。不要，好你不要再，member。讲，你不要再讲。我觉得大方又要讲一些又高又帅字之贼类的，是啊，大是盘变怎么样？就变得比较像人了，变得比较像人，怎么讲啊？所以原本 man 的不像人就对了，不是，就好像少了一个声道的感觉。少好了一个烦声啊！现在就是感觉这个音质听起来就是感觉比较齐全了。哦，因为比较贵。你这个麦多少？这个镜头1000多吧，好原便本好像宜是用哦！200的，我记得那个 LNG 的老王，他买了一个4000多的，是不是？人家是专职的啊，专业的呢？对啊，人家专业的不一样。我觉得我要去换一个了啦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啊。可以录录看啊。你不用在意啊，没有人会在意那个。好想继续录音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要不要现在跳出画面跳出去，然后偷录一下？啊！可是我现在跳不出来，因为我跳不出去了。你怎样？那个游戏画面我要按那个 delete 才可以出来啊！啊有一半的几率会跳不出来啊！啊，结果这次刚好跳不出来啊，这我没办法录音了。我现在只要一开麦，然后不是 And 跟我说他在录，不然就是大半夜跟我说他没有在录音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我的话你就不用在意了，大潘的比较要防范一点。我现在要免比得较防又范。是你一个人在讲话，又是你一个人在发神经病，对呀、超过分的。真的虽很然不过是分，故意的，不过还蛮愉悦的。根本就是故意的啊！那就是故意的嘛，已经承认了，只是不小而且心造成的愉悦，他毫不打意算料否之外认的的。愉悦，这样子。哎，明天是礼拜一哈，高中要上课哦。说好不提，明天是礼拜一。啊，对，然后上班。黑色星期一是不是？啊靠！有人拿斧头丢出来把我丢死了。你知道我在玩什么？SF2 啊，哦，他的第三类武器可以都是一命毙人的，比如锤子啊或者是斧头啊，结果刚刚一个飞斧就把我给丢死。谁在吹气啊？那肯定就是，怎 么不生气了？现在不吹气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接下来要录什么啊？所以你真的就还在录啊？第三部已经出来很久啦，那我就赶快录一录，就赶快趁你们有上线，就赶快录一录，去弄个第四部来哦，上线录什么？就是 And 他现在就在 RC 上透露我们聊天的内容，然后把它做成影片，这样。哎呦，你真笨蛋！嘿小屁笨呀、啊。蛋，我都有跟你们讲哦。对啊，然后他 po 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说，哦，那时候谁在讲谁的坏话？然后寂寞的已经知道了，我们每一集都有讲他坏话，对呀、啊，而且有60%都是兔兔在讲的。为什么？第三部有你哦，第我三需要部王子，我有 po 第三部哦。啊，那我可能还没看吧。And，你可以 po 一下哦，你的网址啊。因为我嗯，那时候可能在上班，没看。
刚刚谁要谁拜拜了？段段，段段收假了，他回营区哦。嗯，几年啊？他好像到明年吧。一年还能够到，还能够太好了，耶、yeah, ！他是一年兵，耶、yeah ！对啊，他是到明年啊。好可怜哦。他好像从去年十月、十一月那时候，好像要一直当到明年吧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哇，他是几年次啊？八十八亿吧。超可怜，差两年。嗯，对啊。会啊，年龄是男生的秘密。是啊。才不是嘞，那是女生啊。四个月没有了吧？四个月国民兵吧。四个月就是偶啦，不好意思啦。哦。现在应该没有了吧？转兵结束了，对啊，要恢复一年了。对啊。哦，在营区吼，我们真的是吼智商会变低了。他也是这样说的。当兵那段时间是刚好，都是事件刚发生不久。好像就是因为发生那件事，所以现在才慢慢开放。所以现在的班长都变得超好。暑假的时候来纠团来玩 Gary Mod。哦。会，我要录制档案，然后剪精华。如果你们有开的话，你们也把你们的档案传给我，我帮你们剪好之后，我再全部传回给你们。你怎么人那么好啊？因为我想要拉高自己，还有这边所有人的人气。可是你都用信息媒体耶，要人气干嘛？我没有啊，我那些影片都是用那个经典行书哎，王翰的字体，有一种是那种裂开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我有看到。所以在讲一些很靠背的话的时候，就会用那种字体。钻石字体好烦哦，干嘛这样子弄老师？然后我在唱小苹果的时候，全部都是那个王翰字体。崩溃的概念。对，那是一种崩溃的概念。我觉得这种传达的方式，有这些字体真的太方便了。可能以后要让 And 崩溃，就是跟他说小苹果就好了。你是我的小苹果，怎样爱你都不嫌多、啊、下一段怎么唱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研究这一首。你帮我去 Google 一下。我才不要嘞！我放你现在唱的这一首就好啦，就不会被检举了吧。因为是我唱的啊，当然不会被剪去。对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就放这段就好了。可是小苹果很难听啊，我不要用这么低俗的音。哎、欸，不行，那不简单，不能找另外一首来唱就好了。不能在录音的期间内讲这首歌低俗，不然的话会被干死。那你就找另外一首来唱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Always 那一首，我不要。特别热爱他们的歌，他们的歌能听？不是，不能讲。他们的歌根本是乱掰出来的。你也可以走这个路线啊。我想想看。你看那里有只小喵哟，你看那里有只猫咪哟。猫咪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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